需看手相、面相、八字，了解自己的感情、婚姻、事业、财运等，可私聊老师。我们来看视频中的图解，女人的白眼人长得过多，而黑眼珠长得比较小，则这样的女人多半心计非常的重，个人手段非常的残忍，整个人看起来都会比较凶残，则这样的女人天生就喜欢耍小心机，爱算计，一辈子都把钱看得非常的重，就算是对自己的伴侣也是算计多过于照顾，一辈子都没有清闲的时候，日子过得辛苦劳碌，在生活方面也多少过得奔波，就没有清闲的时候。需要看相或者批八字，可以加老师微信 66723319。